好。接下来练推弦，哎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推弦哦，注意看推弦，双音推，好，还有这个。我们来看慢动作，这很常看到的手法啊，尤其是那种八零吉他最喜欢用的，这叫什么choking 是不是 choking 对？然后搭配锤勾弦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好，我们就来练这个东西，我们就放个节拍器，二三四。哦，太快了。好，再一次哦。好，慢动作，再回来。对，所以这是一连串的，我们来试看看哦。对。来配一下音乐，一二三四，哦，有点快，三四，二三四，二三四。二三四，哦，这有点难。因为它有点是扫弦的动作，就是都是下下，所以就变成在弹的时候就有点难。对，有点后面有点变扫弦了。所以再来试看看，好，三四，好，放快，二三四四，我靠，不行了，我觉得我手皮快跑掉了，对，手皮快流血了，好。推弦不能练太久，对，来试试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刚刚练完推弦，好，算是暖身完了。我们接下来就要练点弦，好。嗯。点弦其实也是有难，这是一个 E minor 7，啊。好，那下弦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就配一下节奏好了。1 2 3 4，啊，都没对拍。2 3 4 3 4，哎，又没对。哎，学弟好，你刚刚有看到，那个推弦的部分了吗？你刚好看到推弦的部分了吗？就这个。就是类似这个，但是我们现在要练那个，我现在要练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哎，刚在练什么？忘记了。对，刚刚在练那个 minor 7的和弦内音，用点弦的。好，我就把可以把吉他拿出来哦，一起做，可以哈。张苏宁呢，把吉他拿出来一起做。好，嗯，来。好，因为我吉他是七弦的，所以看起来会不太一样。有没有看得够清楚吗？来，再慢动作哦。来，对吧？是没教那么难啦，但是还是可以练一下啊，对不对？就当做补充训练哈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你就先练垂钩弦。像这样子，二三，撑越久越好。我跑拍了，一二三四。哦，不行。对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来练那个点弦。1 2 3 4。2 3 4，2 3 4，练七大调的，好，那七大调的就一样，就是从 F 开始，好了，往前 G， 好，那回到 E m i， 然后再 A m i， 然后再 m 那个 B m i 7-5。我们试看看，我先弹一次哦，那就是这样。对，试看看。
哦，手好酸哦。我们来看一二三四。从男的。好，差不多了，要休息了，累，谢谢大家。